睡梦中有人来敲门，就在我们的度假村附近而已。来了，我来了。那你们回来了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回来了。泽平还在路上。泽平在跟野人玩。看到繁星后面两只，前面两只。所以现在很容易出那种大只的野人，很容易。哦，我们连前面有好多野人。我们上次被三只大只袭击。对，我们那时候被胖胖袭击。嗯。胖胖，然后泽平，你的呼吸器还没脱下来哦。嘿嘿嘿，让我笑啊！没体力。方式上好的。还有哎、欸，还有哎、欸，还有哎、欸，有还有，在哪里、啊？还有啊，还有。不见了。我去哪了？跑回去了吧？可以。啊！那个门看起来很流畅。二、啊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一个。带一只回家，回家喽！又要带一只回家，我已经不想带了，又、回家。为什么他请不要推推车啊？嗯，用我的撞啊，你要撞，好哦，也要跑，也要倒下来了。喂、欸，有门嘞！我们的吃饭区哪时候变有门了？一直刚刚盖，那是我家。哦，是餐厅，是餐厅吗？不是，你懂这是什么？这是餐厅开门营业了，好吗？对，装潢装好了，有钱到可以做门了，做门烧起来了，餐厅烧起来了，哎，老板烧起来了，老板烧起来了，这一间店看来不行，老板太兴奋了，太兴奋了，这店要火了，这店要火了，对，没有老，对啊，这个这店要火了，对，要上热门，上发烧，上发烧了，上发烧。看一下我的理智，等一下我的理智，这根怎么会歪、啊？上发烧，然后你标题就可以打老板疯了，整个人都烧起来了，人都火起来了。老板，里长说的算。老板，你的屋顶那派气啊，我帮你敲一敲。他是不是不能敲地面那种东西啊？很难敲，要侧正面。哎、欸，这没办法敲哎、欸，帮忙敲这个。他要侧面，他没有办法敲地上的东西。可是这个屋顶长这样，我实在是很想帮他敲一敲呢。你往头上敲，往头上。来了耶！那感觉明天可以去哦，潜水。谁又把他敲坏了？是我。我怎么要放漏了说？这个、我对着天空敲会敲掉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不是繁星啊，是繁星，我是吧？哎、欸，不是吗？我刚刚放漏哎、欸，我刚对着天空敲哎、欸，我觉得杰克很有可能，因为他在旁边是我吗？我刚刚在砍漏、啊，你的刀太长了吧？那应该是你，那应该，而且这边不能砍漏，你知道吗？砍漏要去另一个地方，哦、对，没有屠宰场。好，石头，没石头，我有，没了，没了，我快冷死了，我要冷死了，结果来了来了来了，路边捡两颗来放，好了好了，好了，我连火手都在抖哎、欸，真的抖抖抖的，感觉明天就可以出花了，下一次吧，那、哦、要下一次吗？好啊，对啊。明天你们不是那个吗？不是啦，他说，是啦，他说睡起来呀、啊，睡起来啦、啊哦，睡起来、啊、也是可以啊，对啊，我的意思是说睡起来就可以走了，游戏中的游戏中的，赢了 game， 哎 ，in the game， 可以睡觉喽，睡觉。我想说啊，影月居然今天要这么早就关这个了，我想说你们明天不是要那个吗？哎、欸，我发现你掉针了、欸，没问题。出去绕了一圈，只扣了两点理智，超适应。然后有人烧起来了，是不是有人烧起来了？究竟什么可以让你理智这么高啊？没有。嗯，哎、欸，对了，那这样我前面应该要做一个门哦。真的，会有记录档会在副频道。这个能丢记录档吗？哦，我的神智也上可以吧？这我都行，都丢副、啊、都丢副频道啊！我也都是丢副频道，没差。对啊，你查。反正让自己记录一下到底谁在叫啊？
我这个门有做跟没做一样。怎么了？你看我凉亭还要用门进来。困啊！没劲，快点啦，睡觉了啦。什么我们凉亭啊？我就已经叫了，累啦，我就只能睡了，睡了，睡了。对耶，好吧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想把那屋檐重盖。好吧。哇，真假？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吃饭，我直接吃墙上的了。我要直接吃墙上的。再看看。我烤了两个肉。是不是肉烤太久就变骨头啊？没有吧？就是它就糊皮啊。哦，没有啊，那是手脚的才会糊皮。糊皮啊。对啊。啊！我的肉被吃了，狗没抢到。耶！可恶，你们这些人！我吃到我的肉了。你要挂在这里哦。没有，不然敲掉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先盖吧。我那个觉得不够晒啊。嗯，因为很多有绿绿的肉是不是，很多兔子肉不吃。有绿绿的肉是比较营养的。对。对，上面撒海苔。那个罗勒啊，海苔。海苔对啊。罗勒。不会啊。说有人说可以壮阳美容啊，什么东西呀？壮阳美容啊，不要再壮阳美容。打海龟，所以哈记你还要再继续盖啊？还要盖？啊、他改？没有，我想说大家应该都差不多吧？差不多啦，装备都齐了，装备都齐了。对啊，好吧。等一下，我再吃一块肉。好。等我个一分钟，我把那个东西带回来。好，好，把书。要睡觉。只是我在想，就算你有潜水衣好，那边感觉就很暗啊，那要怎么游啊？你下潜水，你有潜水衣之后下水啊，会有灯。它会有灯。哦，是哦。点打火机。哦，我以为不会有。它会有灯，你会看得很清楚。嗯，你有潜水衣之后，就可以用打火机。那是在洞穴的时候最开心的一段时间，因为很亮，是不是？看得最清楚的时候。对啊，有灯光就是爽啊！哦，你是直接穿上去是不是？你下水它自动下水，它就自动穿上去了。羽毛，羽毛，你怎么越飞越高？啊！被推走。哎，我们的屠宰场都没有人在用了。有啊。没有了，你刚刚才是讲过啊，这边很多杂草，就是有人不在屠宰场，因为这边肥料好啊，就是有人不在屠宰场，屠宰才会引火打爆啊。来吧，哎，真的修不到地板上的东西耶。你说这个路哦？对啊，这路其实是坏的，我就是。哎，哦，不是这个哦。哇，十个。水衣护甲哦，这声音很爽哎、欸！你要穿全套了是不是？我们已经穿全，啊、我刚刚其实就一直都穿全套的哦。因为如果我有受损，我身上还有多的可以修。哇，我也是满满、啊，我也要穿。我也是，对，我好了。就是口耶，走了。大家都长得成这样子啊，都长成变得跟怪物一样了。我觉得比较像口香糖哎、欸。会不会其实他们也是穿这个衣服过来？其实它里面是一个真人的。我香肠杀。哎，我们上次是哪一个？我们拿走红标吧，红标。不是红标是靠近黄标那个红标，这里这里。对对对，这个。我们标记太多了会搞混。我们看起来好像 boomer。boomer 都好肥，胖胖。有没有跟随？你为什么不走下面呢、啊？有没有跟随、啊？不是河边比较好走。对啊，有没有跟随啊？我想喝个水、欸。有没有自动跑步啊？来啊，排队排队，沙威玛排队。打大只的沙威玛排队，我们都变沙威玛了。沙威玛出游喽，走喽！沙威玛出游。哎，沙威玛出游到底是哪一个出游？出游吗？出游。天哪！水是跑的吗？不好说，我突然误会了一下，可能是三点水，然后一个旅游的游，三位娃，哎呦这边好高，你会摔，真的这里
我不会。这边敢，我们要跟你们会合了，跟你们会合了。为什么要爬山啊？这个沙威玛为什么爬山啊？因为想要呼吸新鲜空气。要呼吸贝多芬啊。对啊，贝多芬啊，贝多芬是吧？可是其实我想上去西莫扎特这样。天啊！主要你从天根跳下去，总是走到旁边射他，你也太可爱了。加减弄，那我顺便带走。对啊，感觉路上的树枝也可以加减，我已经顺便收集一下，石头也要带满了。我也是带满了，带款带。不然等一下下去，如果大家都没有，会很GG。石头也顺便捡一点好了。要不要带个油好快？不用啊，不用啊，带原木太夸张啦。你只是想砍木头而已吧？这好像电线杆哦，天啊！好直哦，超直超黑，而且还有那个站对啊，可以站的那地方有哇，有没有超像？高了吧？有哎、欸，这超像哎、欸，黑长直脚的啊，黑长直，黑长直，黑长直就指这种。这个它不是黑吧？它是灰。灰长非常直，很灰，非常直，台湾国语，灰长足哦，灰长足，哎、欸，我还没到，红标是另一个洞，走过去啊，要走过去啊，红标红标，我们这边是红标上来，哦，红标只是别的洞而已，这边有鳄鱼哦，那个洞没下去过，对，这里有鳄鱼哦，对，我烤鱼哦。口鱼就是从这里带回去的。对，口鱼刀，然后被挂在墙上，好可怜，好可怜哦！我就玩到一半，鳄鱼打过两只野人，好吗？我就在打陆龟的头的时候，他就从我旁边咬我，对对对，突然冲出来，不知道哪里冲出来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一转头看到他冲出来，哎，他跟 GTA 一样，转头就好了，会身在玩家看不到的位置。跟那个鹿一样、哦、又是鹿又是鹿啊，哇，今天鹿出现好多啊，哈直接打广告打一波，木棒捡满了，满了，我还没没有，弟弟也有木棒布棒跟纸的哦，我们好像手牵手一起进去啊，大家靠太近了，哎、欸，杰克还没进来。你要再戳人家尸体了啦，我刚走到，没钱、啊。人家是乘客，人家在戳人家尸体。要钱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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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有人进来，有人进来。等一下，副本，杰人副本，杰人副本。现在看到卡一下都会怕，你知道吗？有的八人副本可以，不要再打。这是八人副本。哎、欸，打会跳钱呢、欸？对啊，对啊。所以哈基才这么爱打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打会喷钱呢，爱爬这样一样。嘿，哎呀，我肩膀上有眼睛的，好恶心哦、欸！不是啊，我觉得这些尸体也分个太那个太正常了。这野人到底用怎么砍？武士刀，武士刀吧，他们就有武士刀啊。打破，还要往修拍，打破他，打破他。好了，我们这要怎么玩？我记得这个。就往就一直往下降吧，就不是走到最下面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可以领，我就等我的五诶十秒钟。哎、欸，我们的萤火还在、欸，还在啊，没有还在啊。他说我可以领好友券呢，我领一下。欸、我要涂，我要把身上涂红红。好了，我来了。这有零食，这有零食。哪里有零食？我这边，记得拿。我捡到药品，第二、欸，我涂成红色的了。我也是红的了，红了，红了，红了。怎么不要推挤哦？就是那个啊，哦、拿油漆它就知道。碰到水会掉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好像是。这好像看过，对不对？这边有个照片，你们应该都我们应该都看过了吧？这里有，就这瓶。对啊，你们来看一下。有，生命之上看过了。啾！哇！为什么手上还是拿着那个油漆刷？哦，你要那个好像是道具，你要给，那好像可以漆那个东西，都可以玩喽。是油漆桶吧？油漆桶会直接就没有啊？可是手上还有油漆刷、欸，另外的东西，它可以把好像可以把家具刷颜色。哦，其实啊，有人下去了，两兄妹下去了，兄妹下去了，是吗？我掉在
水里，我丢在水里。掉水就好。哎、欸，谁推我们、啊？哎、欸，这个场景好像音乐的画面。而且我们下水自己把那个氧气罩带起来是沙虎。